年咧就喺網上邊直播投樹康，今年咧就能夠親親嚟到啦。咁同埋今日天氣都好好，又唔係太凍啦。咁啊希望嚟到上到投樹香，可以新嘅一年咧世界和平啦，香港嘅經濟可以起飛啦，疫情遠離，每一個人過翻一個正常嘅生活係我哋大家一齊希望睇到嘅嘢。也是希望说景气能好一点而已啦，因为其实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确实我们建国花市这边也受到不少影响，跟往年比起来也少了大概快三成的业绩。看看，好，我们今年还不错啦，就是因为疫情已经趋缓了，对，就还好。然后明年可能龙年的话会更 OK。今年货卖的也差不多，很多都接近尾声，没有剩很多。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！三大石榴。哎，站着筹码。基本上往正常的方向走呢，因为这健健康康的，现在身体，看看来年这个市场怎么发展。国际市场上看能不能咱们大有作为。他从来就没有感受过这种就是过大年的这种感觉，因为之前特别小，你想三年前孩子小，所以他可能也不太记得就这种氛围，所以今年就是带他来这边看一看过年。La diversidad cultural, lo que somos, lo que seremos. Llegó el dragón arriba del escenario. Gracias.